因为有 Amy， 我们很多事情就会过得很快乐。然后他很支持我的梦想。你觉得我是睡睡吗？是睡。哦，都下林，你接安道。他说，因为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你要做你想做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的老婆，就觉得很支持你做任何事情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那里面是两个马铃薯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六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